演唱的马上就要即将来正式展开，当你看到你喜欢的艺人出场，势必要给出最大声的尖叫，而其他呢同样参与演出的艺人朋友也需要你们的热情掌声哦。对，而同样的就像刚刚我们所提到的这一次的公益演出，对，待会晚一些些，不管是现场的朋友们，另外还包括了正在收看直播的每一位朋友们，也会希望大家跟我们一起共襄盛举，到时候也同样希望你能够给我们一臂之力。 OK， 事不宜迟，我们这个第一组艺人已经准备就绪咯。好吧，那接下来大家都已经开始站起来了，然后这个我们加油棒也拿出来了，请跟我们一起用最热烈的掌声尖叫声欢迎911。三重朋友，你们的噪音在哪里？大声点，你们的噪音在哪里？我所有的朋友，赶紧的双手借我，升下来了，如果会唱的朋友可以把你们声音借给我好不好？右边的朋友天上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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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快乐图一个专属的项链，相框哎，我把手提前开成大店，我的故事从来不会走过我的海线，我只需都比你心里多，这边一个表格都比你脑风阔，自从我麦当劳全部是北餐肉，我马上吃掉，你喜欢的香槟肉，自我口音太过独特，太有人情味，有天我国产的产品也会破坏，带着全国你的继续跟个包围，这把火烧的不断，带着美女的咖啡。
今天很冷，对不对？会不会冷？我们是来帮你们暖身子的，帮整个场子暖场的。所以等一下稍后，我想先让一下，动一下你们的手，等一下动一下你们的脚。先让我看到现场朋友把你们手借给我们一下。应该有很多下午就来了嘛，对不对？手放在空中，让我们看到一下。放在空中，放在空中，放在空中。那就黑金对空，哎，黑金龙，这个火烧掉会给会，自己高楼大厦，我心撑开来，我是主人。
跟大家打个招呼先啦。往前面走，来来来，往前面，往前面，近一点，近一点。对对对，接近大家一点啦。九一一，嗨。哎，你穿很多哎。哟，真的蛮冷的。对啊。真的蛮冷。看我们穿这么单薄。我今天也，我要先来。怎样？问一件事情，我不知道我们歌迷朋友们有没有注意到。怎样？我刚看三位的演出，譬如说剑志也好，春风也好，动作非常的利落。哦，灵巧。然后说你没有力，怎么感觉好像你刚对啊，步履蹒跚的关系是？我觉得洋葱今天修瓜怪怪。对啊，活动有点不太对，因为我早上5:30起床，然后整理一下7:00去跑马拉松。哦，对，可是我刚才已经很尽力，跟我一样，跟我今天早上也去跑嘛，你跑半马，我跑半马，你跑全马，我跑全马。哦、就不要讲了，就要跑全马。没有，所以那他不用跳舞。所以对啊，我不用跳舞，而且我就完全可以理解我刚，因为刚刚听说了这一个消息，所以我就特别注意一下洋葱的活动度，就发现说真的还不错了，还可以吗？所以我可能可以，我们下一首歌可能没办法蹲下去。哎呦，哦是哦，那你现在可以蹲蹲看吗？慢慢的啊，哎、欸、好像可以了，哎、欸、可以了，可能是肾上腺素了。哦，对，因为那么多人在看，会有一个肾上腺素。所以今天完成了半马的男人，大家给洋葱先掌声鼓励一下，好热血哦！但是你看，讲到步履蹒跚，其实三位也算是整个台湾走透透，对不 对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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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？为了最近的这个实境秀《青岛冒险二》热播当中，大家都有在看，对不对？有吗？很好看哎！稍微可不可以稍微剧透一下？剧透一下，接下来的最近这一集呢？就接下来的走向啊，或者接下来的走向、啊，爆雷爆雷啦！爆一个哪？他们更想知道是看是谁杀了洋葱。有这剧本吗、哦？我还在这里干嘛？好好，我还想说是在剧透。那最后一集很感人，很感人，对，很感人。我相信啊，因为他们这个在部落当中跟那个村民们建立一个非常棒的革命情感，对，所以这次新歌听说是动员部落大家一起拍 MV 啊。是的，哎呦，酷，还有马斯卡。对。你是去马斯卡的部落哟？不是，他隔壁部落。哦，隔壁部落。啊，我们准备要把现场再一次交还给九一一喽。耶！耶 ！DJ。2021，其他朋友准备嗨起来了吗？今天有点冷，希望先把你们肾上腺素先炒起来。准备热起来了吗？我留着，我们没有表情，要冲到极限的天。我
三重准备 local 了吗？Local sense， 来，非常清楚 local sense， 我们尽量明白，带一点 local sense， 来，你不明白 local sense， 我们的时代。就走就走，不会唱。为了把声音献给宝宝，嘿，然后来，谢谢。徐哥有听过吗？这首歌叫《卡拉嘞》。我需要下同学、下朋友，来跟我们一起跳起来 ，Come on！来点最大的尖叫声！Show me
下，在路边随心的弹吉他，就来享受生活吧。你看人家的不是别人，人家被搞的你不会心酸，只想跟你来做个开嘴巴，你对你来照顾，跟你想要喝。好嘞，谁能来得出一万，带着手里身边的六个人。你们冷吗？你们冷不冷？应该是不会吧？把声音喊出来好不好？尖叫声！我知道今晚的你们都是派对型，好不好？想跳的就跳起来吧！有神还不快说，派对制造机，不要你记错，在梦想里面你打飞机的 A， 不要占用无耻的空间，你打飞机的 A。阿拉萨米亚米亚，这里禁止伸出比亚，在可以不涂鸦，上床我去看派对下。你想要派对，派对，派对，想要喝醉，喝醉，喝醉，可以打给我。刚刚我说让你们手部运动一下嘛，现在让你们脚部运动一下。三场表演就是三场，我们这场表演三场。我们这个桥段的时候，他们跳得非常的高，对，跳得非常的嗨。所以我想要看一下，今天我们是第一团演出的话，现场的观众朋友会多嗨？